我们今天真的是发财了，密密麻麻，你们看，清口，从这边边，看到没有，全部都是，但是这里的有点小，不是很大，我们去搞大的，这个下面的，全部都是很大，它长在石头缝里面，比较大，而且这种清口哦，它没有沙，全部都在石头上面，挑一个出来就很好挑了，看，一搞，这么多个。这种青口好像在北方也叫什么海虹是吧，但是我们这边都叫青口，看每一个都是这么大的，看一下我们能搞多少好不好，这个小的我们都不要它哦，全部都要大的，而且这种都不用养，因为它没有沙的，看有我手掌这么长，对不对，发财了，留一点给我挖呗，啊，留几个给我挖，留几个给你挖，大吧，哇，几个，这边的好大，从这里，你看，从这里一直到这一边，密密麻麻的，全部都是，然后一直沿到那一边，哇，真的是发财了，你看，这里多吧。又大又多，这下面有个洞，好像有点涨潮，那大，看，很大个，你看一搞一串啊、哦，啊，那个青口啊，很过瘾的，比点那个雪山湖还要过瘾。你每拔到一个青口，你就觉得很有成就感。你看，四个，你们这个青口螺呢，就直接可以白灼了吃，可以拿来吃涮螺。你们很多人都喜欢吃淡菜，淡菜又是用这个青口菜的。我去年前年菜很多，这个拿来煲粥也非常好吃，很鲜甜。我们本地人很多人他不把它晒干，他很喜欢的把这个青口螺捡回去，然后把那个肉啊把它剥出来，就直接保存在冰箱，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，这样子的话又新鲜又好吃。想要见到这么多的这个青口螺啊，现在比较少，我们小时候就很多，前几年也很多，现在就比较少了。你们看你们这么多岛，我就这么一片，只有我这里一片的这个小岛上面才会有这么多青口，其他的那些岛都是没有的。好不好，休息一下好不好，这边很多，你去这边。太多了，我知道捞哪里不好吃。是啊，一大堆的。我今晚搞点给你们两个吃补一下啊。好了，吃好不好。太多了，前几天我们组织大家赶海的时候，大家就来了，大家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密密麻麻的青口螺，是不是？你到船上，又一桶了，搞了整整的两桶。前期应该可以卖到，这些我们拿回去吃啊，阿姐。然后这一些我们卖了，应该加起来有20斤左右吧，可以卖个100-200块钱。谢谢大家喜欢小鱼，我们下期见了，要回家做饭了，拜拜。哎，阿姨，你看前面有个白色的是什么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哇，死的，你看，可能是人家那个网缠的，肯定是网缠啦、啊嗯、你看、
能不能吃哦？我看看。可以吃。不能他给你那狗吃，你那狗太有一点软。哦，不行，不行的。拿回去。很长哦，放着，上岸，走了。今天你们家的狗有口福了，拉餐的不是人，是狗。开心，来动。是吧？嗯、小宝，很开心是不是？走。哎，这里有个螺。什么？有个螺。有个螺。嗯。哎。哎，不是螺。寄居蟹。寄居蟹。哦，这个寄居蟹好大个，是啊、你们看。其实这个螺不是他的房子，是他把那个螺肉吃掉了，然后占了人家的房子。你看那么大个螺都被他吃了，还要逃跑。你说他可有没有可能不要那个房子，直接就爬跑了？哎呦，嗯，走，走，两个，三个，三个，四个，看到没？哇，发财了！哇，你看这个螺它是这么跑的。看到没有，像个蜗牛一样。对呀、啊，看到没？这个有可能是母的，这个是来找男朋友的。哇，这个成一对了，我把你们两个带回家啊！你看，哇，猫眼螺好漂亮，还有一个漂亮啊！哇，超级漂亮，超级漂亮！你看，要这么大的螺才收，这个好像翡翠。走。哎呦，前面还有，哇！天哪，有个小鹅，哪里？来，哦，这里。哦，寄居蟹。哦，这个家伙。哇，这个是这个螺，那里。哇，这个，哎，那个螺收了呀，不要漏了。哎，一对呀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一个发财了，一个，那里还有。哇，这个好像心痛啊。看它的肉，嗯，和那个石头长得好像哦，差一点点就弄跑了。大家看到没？很难发现的伪装。那个猫眼螺演的有意思了，很漂亮。那个猫眼螺演的超有意思。哇，你看我捡到什么？看到没？哎呦，这个寄居蟹它长得有点丑，看到没有？和我这一个比起来，它没有那么漂亮的。你看我这个好漂亮。是啊。对吧？好，拿一下。来，给那个给我。我来。快速。哎。快不快？哇。这个是美女螺。啊。有一个纹头，这个可以了，这个。哎，金哥，你那屁股后面一个螃蟹。哪里啊？来，看到没有？哎。哇，现在是个徒手抓螃蟹，那么牛的花蟹，是小花蟹，可以，小花蟹，跟我回家啊！二三两，这个石头，哎，啊，什么？哎，兰花蟹啊！不要让它跑了，这个水很深。嗯、我连牙齿都不用带了，现在是个那么厉害的，很漂亮哦，很肥哦，这个。对。你看捏都捏不动，哇，好肥！哎，好肥！哇，这个家伙，哦、你看到我，你想攻击我，啊？看，你看，哇，他动作好凶哦！哎呦，好像要站起来打架一样。嗯，你想干嘛？哎呀，那么凶恶！嗯，抓到，可能他跟着那个潮水走，还没走下去。对。看到没，景哥？哎呦，景哥现在眼睛没有四哥厉害。他要跟着海水走了。哎，跑到哪里去了？这里。这也是石头蟹。石头蟹。咦？这种有点花纹、有点豹纹的那种石头蟹。豹纹。走，骗了一个好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看，前面。哦，那是游客。你看那个靓女。啊？穿着吊带，哇，这样子来赶海呀、啊，哇，开不开心？啊，开不开心？有什么好开心的呢？那是新闻。这个寄居蟹拿回去卤的是个哇，这个螺就把它卖掉，这个螺就把它卖掉，好不好？走吧。